忘记开箱子了，干嘛？这开箱子不是轻轻松松吗？这随便开一个黄箱子出来啊！哎，只能开个黄箱子了。思思，来！我去，真的得靠喊的，刚刚没喊，有点失算啊。思思能开出传奇书不？开不出来是吗？能不能开出传奇书？开不到传奇书，开本史诗书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史诗书，外卡吧，史诗书给我们也没用，外卡来。我们这史诗书一大堆，哎呀，开到个黄书啊，嫌弃啊！这开本黄书干嘛呀？这黄书没地方用啊，只能换5000啊。我开外卡的话，应该是7500外卡。不过也是能玩的，只不过我们说少玩啊，少玩。这他为啥不带地狱龙呢？地狱龙跟机甲是一样的效果，只是说机甲的伤害来的没有那么快。四个单位一样的。现在石屋难玩了是吗？暗夜女巫石头人吗？进化女武神其实不错的，黄毛这个版本黄毛削弱了一点点的血量，进化黄毛以前是普通黄毛的 1.2 倍啊，现在只有 1.1 倍了。火球能秒吗？不知道能不能秒。737火球能不能秒？火球好像能打，应该也是700多。不能，我除了这个黄毛相当于没削弱，黄毛没有削弱。火球如果不能秒的话，这黄毛削一点生命值就没有影响，反正皮卡一刀能砍死一只啊。不过你这个进化黄毛都下出来了，还会怕皮卡吗？大差不差，厉害，成了。我们知道还是会有点怕地狱的，昨天宿珠都能12胜，你是开玩笑啊？我这个宿珠可以说是世界级的，我这宿珠可以说是世界级的，宿珠都能12胜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的，这么看不起宿珠啊？宿珠虽然说它不强啊，但是也不弱，毕竟也是一套标准的卡组，毕竟也是它标准的卡组。对面这个法术就用的非常的捞了，用的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应该垫三个单位的。你宿主打得过虚空狗球吗？可以说是吊的，可以说是吊的虚空狗球。
你看看，别说虚空狗球了，我这个狗球打虚空狗球，一分钟就把这个塔给破了。下个鸡，假。再跟炸弹逼，这小子古龙下的有点早啊！猎人在玩树珠嘛，下次下次不能天天玩树珠，下次再玩啊！昨天刚玩就下次再玩，给主播一点喘息的机会。这速度昨天十二胜打得挺好的，我的虚空法术用的怎么样？谢谢云城的魔法书啊，感谢老板的魔法书，谢谢老哥。我去，这人是没带法术是吧？带法术没？这个龙都要叠满啊，小店家大哥，我这个卡进化炸弹兵是不是有点笨，没什么用啊，进化炸弹兵我觉得可以带个墓碑，不带这个炸弹兵。没完，下一轮玩一轮地震组，希望大家能在直播间卡个粉丝牌啊，没有加粉丝牌团的可以加卡个粉丝牌，加入一下粉丝团。今天是五倍亲密度，卡粉丝牌的时候能升级很快哦，20级粉丝牌就能加主播游戏好友，以后没事赛季末也可以观战观战，给主播加加油。感觉最多8-3啊，小伙子还用激将法是吧？遇到高手了，送小月亮那卡还是蛮麻，今天送小月亮卡不了，前两天有活动的时候能卡，今天卡不了，得送那个，得一次性送十个小月亮，一次性送十个小月亮才能卡。碰到过钻机吗？怎么感觉还是很难打？你如果说这个版本你说碰到钻机很难打的话，说明你不会解钻机，就是你不太会解钻机。这个钻机怎么解？哥布林出哪一边？你得知道，你不知道的话那没办法，那肯定很难解。肯定是后面吧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血亏呀！啊
小葫芦挡这个不好挡。大哥不是吧，我这把要输给他了，下一步有计划迫击炮了。他是不是以为能秒掉？国服什么时候更新？待定。国服，国服估计一个礼拜吧。今天打天梯吗？赛季末再打天梯了，今天不打。再一出打天梯，体验体验进化火法就行了，毕竟进化火法也不是很好玩，不太强。这个剑雨扫的没有太大意义。是啊，这边刚好给我们长长刀，一颗炸弹给它炸掉。我把，我把那个盾打不掉，可能没有那么怕剑雨，但是还是会比较怕火球的。比如说我下这个加这个，那他的火法也得死啊。我下这个加这个，那火法死不了，顺序比较重要。一个虚空直接死，对面得下牌，对面会下牌挡你。下这啊，再虚他啊，这样的话，他下牌挡他也不好。宝宝不要急着下，他有进化的炸弹兵。那个小黄人不敢预判怎么办？你不知道对面是什么牌防，你肯定不能乱预判。比如他现在下了炸弹兵啊，我们可以数这一点，他现在下了零张牌，零张牌，一张牌，一张牌，就这样记好吧，一张牌，我给你们记好啊。两张牌，两张，两张，两张，三张牌。这波古龙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又丢法术给我们了。四张牌，五张牌了，
记四张牌就行了。他现在已经是有了，有炸弹兵，普通的炸弹兵，也有小王子，对吧？他这波炸弹兵会下，肯定下左边沉底，下国王塔后，左边的国王塔后，或者是沉底小王子，二选一，好吧？你看他要下了，下吧。他下完之后，他这波不会下炸弹兵啊，他因为这波下炸弹兵没有用。我们下虚空法术打他，哎，打掉，大家炸弹兵也挡不住，漂亮！哎呀，也没有打到第三下。这一波他有什么？有凤凰，右边下炸弹兵了，左边有凤凰，直接跟个机甲去抠他，右边稍微慢一慢炸弹兵，然后下个王宝把他给解掉，带走就行。下这里为什么？有一只会去砍他就够了，剩下几只先砍胖子，因为不然一会还得追胖子。这一波。他有小王子右边，可能会下小王子，因为他没有炸弹已经在手里啊。下剑鱼卖一下，我们左边只下一个狗，只下一个狗，他右边会下胖子，我们可以直接下炸弹兵加虚空法术，直接打在胖子的身上。这样啊，不要不用了啊，不用了。我们右边前，他这一波有进化炸弹兵，他肯定会跟桥头的，他肯定要跟桥头的，所以说我们直接预判桥头，就预判是这么冷的。哎啊，他不用预判了都。我们的虚空法术是非常准的，再给我砍掉他，因为我们还没有下黄毛，他就已经来建设我们。如果我们先下黄毛的话，再预判他是肯定百分之百中的，但他这个炸弹兵下的有点太早啊，我们就不需要预判。张健全的爱心，感谢。下个天狗啊，这个天狗为什么下这呢？因为他先小王子，我们想我们的天狗下后一点，我们的天狗下的越后，他的小王子就会走得越前，这样对我们的兵来说是越安全的。没有着急啊，黄毛下这，他开这边开不到，他会非常难受。我们下机甲来扣他。这个把他给抠死之后，机甲刚好不会回头，回头了，那非常不好。来，秒掉，两个人秒掉。这波有没有炸弹兵？按道理来说，他这个卡会不会带？再给一个炸弹兵，有小电吗？电掉了。但是我们这个黄毛是分叉的一个状态，炸弹兵四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为什么我知道是四下呢？凭感觉啊，这是打了几十万把的感觉。为什么我不说三下，不说两下，不说一下，不说半下，不说两下半啊？这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。直接推。这一波我们可以选择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他再吸，我们直接散掉他的电龙啊！再用小狗吐他，吐得他满脸都是。小王子过来，他会有什么呢？小电刚刚又电了我们一下，他一会有进化小电。左边黄毛，我们哎直接砍，他这里开不出来，因为他下十五人的时候只有两倍，光速砍他，给我砍砍砍砍砍！我去，这黄毛是加强，黄毛是加强，兄弟们，黄毛加强。黄毛太猛了，我去我去，哎呀我去，黄毛加了狂暴的持续时间，削弱了他的血量，但是黄毛的血量削弱了火球也是砸不死的，这黄毛是加强很大的，所以说哎，你比如说你的卡组里没有黄毛，那你这个版本真的是赚大了。死，这不够啊，赶紧干掉他的机甲，再下个古龙在这里啊，他缺风也没那么好吸，站在明星炸一下，再下剑雨，
火球加豆子可以解光芒吗？应该可以吧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我去，没打掉，有点冲动了呀。对面在干嘛？好好的跟后排肯定守不住啊，跟个什么卫队？哎，英雄卡升到15级的话可以买128米。凡人之书是等于是20张英雄卡，你觉得值不值？20张英雄卡128值不值？不值的话就不买，你觉得值的话就买。有两把刷子，节前气球，看他怎么下，选择换路呢，还是选择进攻，还是选择防守？他这一波不好防，为什么？小王子刚死掉，凤凰也刚死掉，过不出，他没有对空手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刚刚下了大电。他前期下大电的话，他的牌就非常难跟出来了，因为他大电下了6倍，我们下的都是5倍、4倍、3倍的牌，他下了个6倍出来，那么我们打他就会非常占优势。这版也不适合大电，大电虚空法术能稍微
发挥出跟大林一样的效果，但也没有那么容易啊，只能有的时候能做到这样的效果，因为毕竟驱魔法术没有眩晕，还是有差别。这虚空法术你要小王，秒小王最好是秒他的屁股，不要秒他的头啊，因为秒头的话他开技能刚好给你挡住了啊，最好是秒他的屁股，除非他在塔前啊，那没办法，就只能秒头。后排有虚空位吗？后排防虚空位，这个位置你看哪个位置能防，这平行的这一格是防不了的，这一格也防不了，只能中间那一格碰弓挂的那个位置，这个中心点或者是这个中心点啊，这两个位置能防。早点吐他，因为他是木丸，怕他碰我，可能想吸飓风还是啥，不过直接给他秒掉。像这个的话，他没东西挡了，不够，直接跟。有飓风吗？还是毒药呢？羊在那边找点炸，哇，这比表情太嘲讽了啊。没打到我。九个零，你买了？买了。我去，不好挤啊！这个在哪里最好呢？下这里最好。等他走近之后再下这里。但我现在没有很好，被他跳上，然后只跳一下还可以，没有掉太多的血。
练个藏不住的笑脸。嗯嗯嗯嗯嗯嗯，谢谢小呆呆啊，谢谢小呆呆的超粉。另一书换成超粉外卡能有多少万？对，所有的书都一样的。小皮卡一刀能不能砍死？看不出来啊，就是个小店。书都一样的，都是5000张。当然另一书的话我们一会看一下，我们帮你看一下。我去，这个小葫芦下的有点东西啊。小皮卡的伤害是不是跟大皮卡一样高？比大皮卡高一点，比大皮卡低一点，小皮卡的攻击速度要快一点。书怎么换成超白外卡？你的卡得满了就能换，你卡点都没满就换不了。包包下去了就死掉了。哎哎，打住了打住了，哎哎呀，人手术。靠，快快快快快，逼他下个羊出来。来得及吗？下鸡甲应该成底的，但这个位置不好，这位置追不上他。我去我去，哎，没有跳起来，第二下打飞头有一点点吃力。偏心调整是今天装的，但他地狱塔他不敢先下，我去，有点难受呀。靠，
玉盘公主也没玉盘到。哎，这可以打他呀。这里打一下公主，我不知道他的法术啊，我怎么知道他有火球还是什么法术呢？他肯定知道我的法术啊。再陪他下一招。
战利品还能用吗？能用的。